子秋，开门呐！子秋，你不能这样做，你大姐会骂我没有照顾好你的。嗯，这个傻孩子，把门开开呀！就算你在婚约上签了字画了押，我也会替你把这个婚毁了。把门开开。你坐。嗯。干爹。谢谢你们陪我度过这段最艰难的日子。子秋，我们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。干娘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可是你们能陪我一时，能陪我一世吗？我知道，只要我愿意，我可以在这儿住一辈子。当然，也只有在这里，你才最安全，才能得到最好的保护。可是姐夫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女子，我也想要找到托付终生的那个人，相夫教子，平平静静地过完这一生。我不可能在这住一辈子，所以嫁到石家也算是我的福分。孩子，你不是还有天喜吗？等他回来了，你们就成亲。干爹，我跟天喜已经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了。我只想离开云庆，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。子秋，如果你觉得住在云庆会让你心里不舒服，你和天喜可以搬到广州，或者是任何你们想住的地方。干娘，我现在心已经空了，已经累了，我不想再看到天喜。我也不想再想起以前的那些事情。大嫂，一开始可能还是会有一点不习惯吧。啊，我之所以让你女扮男装，就是怕惹来不必要的麻烦，所以在路上，咱们也不能以叔嫂相称了。不如我叫你树生如何？树生。树生，好啊，那就叫树生吧。有人问我的话，我就说我们是同族的乡友。嗯，好。天也不早了，咱们上路吧。走吧。走吧。
到底是谁？杨树民，泽涵，有很多事我现在没有办法告诉你。不过，请你相信，用不了多久，你就会知道我其实是一个很值得信赖的少爷，咱们开门见山吧。好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爽快的人。的日子，却只能这么冷冷清清的。娘，既然是石家那边的风俗，这也没什么。而且，龙大夫人说的挺对的，敲锣打鼓会让那些恶人发现的。只是。我没能穿上我爹亲手给我做的嫁衣。不哭，今天应该是开心的日子。嗯，不哭。子兄，咱们不嫁了，我给那个姓石做媳妇儿，娘舍不得你。娘，快给我挂面吧，不然他们会等急子秋呢？
田福啊，我交代你的事儿都安排好了吧？爹您放心，家丁们盘缠带足了，会在石家那边多住些日子，以此安全。这么大的喜事，放到大半夜，真是委屈了子秋那孩子了。子秋，时辰马上就到，上轿吧。说酒话呢你。什么？我子秋，我没有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彩云啊，你没给他们说清楚吗？什么？我那天可是跟你说的清清楚楚，你可不能装糊涂。你为什么要诬赖我？诬赖？你说我这么大把年纪了，会诬赖你吗？彩云，做人要厚道啊！爹夫，爹夫，你要相信娘，娘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啊！彩云，这就是你做的好事。不。啊！不，我没有。亲家，这婚约都签了，你们千万不要反悔啊！我们家福生的牌位还在家里等着呢。你给我滚！滚！姐夫，你媳妇不懂事，你可不能不知好歹呀、啊。他们叶家全家遭横死，那是他们遭了大凶。子秋这个煞星留在你们董家，只会给你们带来灾难的，这不如嫁给富生这种死鬼的好。住嘴！子秋不是煞星，你才是。你和我母亲沆瀣一气，能做出这么歹毒的事情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哼，报应？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报应的话，那也只会报在那些不知好歹的人身上。你们也不想想啊，除了冥婚，什么真正人家敢娶这样的女人呢？子秋，你看笑啊，
他那副薄命相。子秋，除了你们董家人把他当宝贝，这种女人扔在大街上都没人要。子秋不会没人要。哦，谁会要呢？是你吗，董家大少爷？大话好说，一牵扯到自己的利益就没话了吧。年轻人啊，以后说话多掂量点轻重。我去自求。什么？没听清是吗？天福，那我再说一遍，我董天福要娶叶子秋为妻。叶家惨遭不幸，子秋好不容易活下来，心伤未愈，你们却用这么残忍的手段伤害他。我不会再让他向你们、向世俗、向任何想伤害他的人低头，绝对不会。我要保护他，我要用我的一生来保护他。不可以，子秋是子川的天福，爹支持你，你没有权利干涉天福的事儿，你更没有权利阻止天福娶子秋。如果你觉得住在这儿不安全，或是那些世俗的东西让你蒙羞的话，你就搬出去。天福，走。景光，天福，建国，这，建国，建国，听得进娘的话，明白娘的心。其实我不怪他们，我做了太多的错事，我对你，娘问心有愧，不能怪他们。这是我的报应，我应得的报应。可是子秋实在太可怜了，就算天父能像大哥一样照顾他、爱护他，可他这一辈子都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天喜交代。如果你听得见，你一定保佑你妹妹之后的路越走越顺利。娘真的好累，要是能在我身边那该多好。
没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有些紧张，还有些不安，想马上回到云庆，可又……你觉得很痛苦是吗？可这是我们俩必须要面对的。反正我相信子秋子涵活着，我相信你也要相信。走走。怎么回事？啊？怎么停了呢？老爷。没有一个宾客过来的，这帮吹鼓手那嘴皮子都吹肿了。吹肿了，让他们接着吹，接着敲，声音大一点。我要让全云庆的都知道，我的儿子天不娶亲。接着吹，声音大一点。大点。大嫂，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大哥，他不是这么薄情的人啊。大嫂，别拉着我，我想回去。不，大嫂，你不能回娘家，我们要进去，进去问个究竟，问他当初的那些海誓山盟都跑到哪里去了。走，大嫂。哎呦，二少爷回来了，二少爷，夫人，老爷，二少爷回来了。请一对新人互换戒指。这才过了多久，你就已经信任上救人了啊！我没想到，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你扪心自问，你这样做，你对得起大嫂吗？啊！天喜，天喜，你听爹解释。我不想听任何解释，这事实就摆在眼前，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哥，是为了你，你们走。
应该早点回来，我应该早点和他。天琪，天琪，大嫂，我还有些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等等。你见过子秋了是不是？天喜，大哥，六伯，天喜，伯父你好，天父大哥你好，我叫树深，是天喜的好朋友。您是说我的眼睛是吗？啊，他们都说了，说长得特别像天父大哥过世的太太，天喜也这么说。对对对，太像了，啊，简直是一模一样啊！天喜啊，一家人已经团聚了，你就好好陪陪家里人。伯父，天父大哥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回去看看吧，二少爷回来了。天喜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大嫂，我求你了，咱们现在就回去，告诉大哥还有子秋，你还活着，好不好？天喜，我知道你痛，可是我不能够回去，我真的不能够回去。大嫂。你明知道大哥娶子秋是无奈之举，但是为了借董家的威势保护他，你又何必这样固执己见呢？你这样做只会让咱们四个更加痛苦啊！你不明白，天喜，我知道你爱子秋，你在为他着想，我何尝不是在为他着想呢？可我不能让子秋刚过上稳定的生活，就深陷乱局，你忍心吗？忍心子秋被人唾骂，说他有违人伦，说他先嫁给哥哥再嫁给弟弟，你忍心吗？子秋受不了这些，子秋再也承受不了任何打击了。可是你还活着，你才是我大哥真正的妻子，只要我们回去说明情况，没有人会说一个不字啊。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在养病的这段时间里面，我每一天都在想，为什么呢？这些人会跟踪我，到底是为什么？然后把我们家……我直到现在没有想明白。紧接着，子秋在医院里面险遭毒手，你说为什么？因为那些恶人要把我们叶家赶尽杀绝。而我是唯一见过凶手的人。我怕我的身份一旦暴露的话，他们真的会变本加厉，到时候也许连董家都会遭灾。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，对死亡我不再恐惧，可我希望子秋活着，好好的活着。为了他，我宁可和天父不相认，只要他们两个人安然无恙，我就很知足。真的。这一切谁都无法预料，只能说是造化弄人。
但毕竟天喜回来了。我知道这是我的命，是我的命。不管是不是命，我们都要好好的生活下去，否则子春的在天之灵不会安息。以后你还是叫我姐夫，我永远是你的姐夫。早点休息。可我希望子秋活着，好好的活着。为了他，我宁可和天父不相认，只要他们两个人安然无恙，我就很知足。大嫂，可是将来呢？你的将来，我的将来，又会在哪里？天喜，娘，天喜，回来了。啊，我让沈妈给你煮点吃的。不需要。天喜啊，别结实了，娘就是担心你。让我静一静好吗？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天喜，天喜，we'll be right back.
泪滴随风而去，让我抱着你天涯海角去，忘了天与地，再也不分离。就让我抱着你天涯海角去，那一颗泪滴随风而去。就让我抱着你天涯海角去，忘了天与地，再也不分离。飞，雪在飞，飞到你的世界已落泪。追，追不回，追不回你的爱心。Yeah.